最后搁一个人计无罢工，注意听啊，四家的阿嬷伊啊，会当互你点电话去，你去菜市问看看。来，今仔日新价钱的无漏皮无漏水，一百块无变。今仔日了，今仔日了，我先讲的哦，恁买一包过来，全部五斤重，五斤的阿嬷伊，最后两个人计开钱，开五百落来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三个啊，你若买着客头无要紧，五斤啊，阿嬷伊啊，五斤啊。最后一个人家啦，唔免一千块买袂着啊！我还讲五斤的鲑鱼，我卖你一千嘛两百咧，一斤嘛两百，你也买无啊？五百来了，报几块？两下啊，两下啊！真正硬要你听啊！四下啊！来啊！五百啊！四下啊！啊，提钱啊！今天无差，今天袂差，我给你，我爽啊！来啊！今天袂差侪啊，四下你要。来啊，你袂变。来五百来哦！提钱！最后一个人家五百上面啊！四下啊！来，刚好下岗就老去接接了。阿克杰，大家谢谢你。你个贵人。四个啊，结婚才快结婚呐。五斤啊，我你去我做你去帮的啦。来，够咩啊？我五百块，够要接五百。阿克杰来，很重拿好哈。五百上面个接嘞，五百块。五百哎，五百啊。这两个可能你五百，莫俾阿妈伊啊，无解好笑的啊。全台湾省无人安尼卖啊！五百块一个上面五百块啊！五百，搁有要食鲑鱼的无？五百，鲑鱼搁有人要食无？五百，五百，拢有来啊！我来讲，无买着的人家，你凊彩去外口问看嘛，小家庭的意思，我最后五个人家三斤重三百了，来三百，小家庭的做一届啦，三百块了，三百的。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鲑鱼啊，鲑鱼啊，鲑鱼，规包全部拢包，即个规包起看，我计规包起看，唔惊你看，好物件我搁惊你看。来，规包拢包，鲑鱼。来，三百小包，定个三百，三百块。三百啊。小包起个。来啊，来啊。小包起个。搁有咩啊？三百。三百，三百。啊，起个，已经结束，结束。啊，你买咩嘛？本来三百，我来一分啊。啊，这边哦，三包的英国花的形象，三斤的鲑鱼英国花形象。我是给你安排哦。这条尤其我讲我听啊，你来洪家来拜三拜四洪家来啊，一包啊，用的用，这两块豆米上啊，加一包啦。你来讲了。好啦，那我收起来。三包，拢有啊啦，收起来。来三包哦。来，你要食，这个食讲的人家卖啊，看五包，卖啊，看四包，三包我了。三包，三包。三包，上面写三百块。有人要食这食粿的无？三百块。一个。三百。这全部拢无你赔，全部拢好物件啊！三百，啥物事啊？咧食的啊。食的食粿，这正的哦。三百，人要也无三百块。安尼吃就可以了。无，同一个炒者，炒者，炒豆腐同嘛最好食。三百，搁有要来无？三百。来。哪个比较好包的？三百，搁有要来无？食粿。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哈。来。来。坐下。来。坐下。八百块啊，做顶试试。八百块啊，我剩两百啦，有人要来无？三百五，八百一百尔，最后一包一百块，上面一百。最后一包一百块，上面吃八百块啊，一包。一百块上面吃一包。一包。我得到一包，再结结无？不是，你要一包要结结啊？我见到一包要结结嘛，结结无见啊？啊，最后两个一包结结啥？结完了嘛？哈。好了，你不要未记人收一百，你嘛给一百。我来讲啊，走，你去十五十五块啦，那我收钱收到我拢未记十五啊。哎，不是啊，二十五我对啦，我行收钱，我上好人啊。你要下班啊？今天还无人，我来弄这，阿妈送你五百了。因为人真正无啥，有买手无啥五百。今天你让我赚一下，不然只要我卖你两百，今天还有五百哦。买手无，过来啊，四百。二十五条，今天你行收钱就是要上好人哦。全部两个人计计钱，先计钱一百了。来一个，啊，我头前来啊。无啊无啊无啊无，无啥问题。无啥问题啊。啥子叫冰问题？过来要吃啥？上面吃石狗公，刚才石狗公我人叫咩？好了，石狗公要吃五百，收钱无？收钱啊！好，我来你卖买五百，我来我收五百。小家庭的人，给咱卖买一只。我来讲，唔捌，咱讲唔捌食过，冇捌听过。刚捌听过一只鱼仔叫石膏膏，伊只鱼仔足饱的。你等下查，伊只鱼仔足饱的。伊的鱼仔肉非常之油甲 Q 啊，就是这只。工厂甲你切甲连一支刺拢无，规包全部拢肉，鱼片
石膏缸正虾鱼啊！这顿下你搞水果铺，食着吧你，你富的，你讲你一世人冇食过这好食鱼啊！这一个餐厅找我三百几块起条，石膏缸正虾，两只两块鱼面超过六百几块，我冇甲伊发六百，我冇甲伊发500，我冇讲收钱。今仔好食专工来讨的，今仔你要食石膏缸这只虾鱼啊，先给钱三百。来三百一个啊！这只要搁送你，规地拢嘛，你唔免跟我讲安怎煮啊！你要煮汤，你要煎，你要炊，你欢喜了啊！这地够你。这地够你五百免啦，三百来。三百，三百，有四百来。做两只石膏干哦，阿鱼啊，这肉嫩都带 Q 啊。那你吃鱼啊，鱼啊肉嘞啊，三百做两只石膏干哦。来三百。拢有啊，都有啊。来左边边。过来一份，还是老的。你吃泡饭你就知影啊，这无你失望哦。做两只石膏干哦，三百。来三百，头前一个。地够来，这地够你三百。做两只石膏干的哦。拢有啊吗？有啦吼，我你买一份啦。这把咱两家石板，我无你好少讲的啦。这要规地拢无饲的，煎的嘛会使，煮汤嘛会使，你用水泡泡煮也嘛会使。三百都有要爱无？搁少两个啦，真正啦。对啊，三百。三百。大哥，你买一份好无？这把真正规地拢无饲啊，这地啊大地够你啦，唔免五百啊，三百都有要爱无？爱三百。石膏缸啊，拢有爱啊。收着，我来过来买啊，啥物？今仔我看是白痴啊！我来过来买啥？物件买了，啊？我只要收了去啊，来一百个啥？我加予你嘞哦，搁一个一百个啥？啊，这个多。多。我来你希望我卖啥物予你？你要食啥？你甲我讲，你莫歹势。有要点啥无？你要吃飞机啊？飞机要吃，这你五百块了。飞机你要吃，你五百块。这一尾飞机五百，两尾五百，三尾五百，四尾给你啦，五尾给你啦，六尾给你啦，七尾给你啦，八尾给你啦，九尾啦，赶紧啦，再加一尾，十尾给你啦，五百尔。五百，来啊！五百。好，要吃飞机的无？五百。五百啊！好，来要吃现捞的飞机无？五百块啊！来五百的。有啊。飞机。飞机啥物事？十二岁要吃两包吗？两包一个，一堆拢我啉啦。来啊，拢啊，来。一个。十二岁要吃两包。来增加了。搁一个人给装来两包。两包。搁一个人给装来两包。搁一个人给装来两包。百五百二拢免啦，这全部两个人给。来来来。两个人给一包啦。吃袂了，两个人给我紧啦，我嘛爱强求啊，买一包嘛 OK 啦。我了就好啦。啊，所以你全部三包。我安心把飞机搞到那边去，飞机那边去，你买三包嘛，我紧啦，我也袂买就好啦。飞机搞到那边三包啊？飞机有人要买三包的无？会认真计个，哪有啊？会认啥物事？会认要吃嘛？你开五包，四啊五拢免啦。这最高条一公斤，全部总计先给钱四百了。四百一个，来存一个四百上面，迄个什么？黑银存一包四百块大只啊！这大只你无看呀？够买来无？四百。来四百。四百够买来无？你看啊，吃袂了，要买一半无？两包我紧。够买两包。两包。恁吃袂了，我掏一半包紧，为着恁服务者，恁掏一半紧。那有啊吗？来，我了，我赶紧要搞钱，做定去钱。我要什么药？我来要吃什么？讲话做咩吃？讲话要吃一百呀，两百啦。啊，就这了。讲话够了咩来无？哎，两百。加。我讲了，大家到这边，已经先做。来，这要钱，一百了。哎，一百。加。你是两包来哦，一包两包，一包你一包，哦，你要一包倒变过来，你两包，你两包，两包变过来，啊，最后一包一包买买，最后一包一包买买一包，来一包，有啊，你要吃招牌啊，拢我一个两包，来这啊，啊，你要吃卤鸡腿无？一包十二块，五包块，四包块，先给钱两包了。哎，两包诶！卤鸡腿有啥物啊？无，来弄啊！这啊一包两包，上面写好啊，卤鸡腿。这上好吃卤鸡腿啊，这熟个啊，这免煮啊。这台湾你也用我烧袂当吃啊。两包够要吃卤鸡腿无？拢有啊吗？拢有啊呀！来，谢谢。好，我过来，你买啥？
我以前看过的。上面啊，八百块，阿爸我给一块你啊，六百啊，我阿给过你六百。你过一下吧，你看几个人过来搞土啊？你直接拢现看，这规地拢卖咧。你要吃也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唔免啦。再过你先给钱，这大地才大地啊，三百块。两个啊，三百块了。我要吃下巴的无？过伊的下巴啊，这四两好啦，这当然有钱的啦，三百了。我要吃虾包的无？三包。来三包，我整一个。来，咱这手着你着过来，咱个买着无你着看呀。三包。我要吃虾包无？三包满了。我招落来着无啊？这个来捡无？你做好少，你看大一间买着无？我袂来骗啦。你要平常上午来吃看嘛咯？四包，水无水你家己看嘛。一袋够哩，一袋够哩。来三包，真心的啊。你就用切的吼，哦，三百个要来无？下包，好请一个，下包个要吃来无？来三百。你今天看这四种做好个，你连当袂来蒸啊？这我袂甲你卖啊，三百个要来无？三包。一个够你哦，凊彩啊，三百尔。搁要一份无？蛋糕袂无？大你干咩啊？有啊，有啊，好歹过来啊！我见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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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见到，我见到，我见到。过来啊！哎，我要吃啥咯？啊？过来。我要吃啥？我要吃啥？